由香港学者发起占领中环征普选行动，触动中共神经。香港警方星期三突然拘捕一名行动义工，指控他前年示威违法，震惊了各界。星期四，民主党抗议香港警务处处长曾伟雄政治打压，要求他引咎辞职。抗议制造白色恐怖，抗议警方沦为政治工具。曾伟雄出席葵青区域会前，20多名民主党和街工成员到场示威，抗议警方再次拘捕示威人士，制造白色恐怖，打压占领中环行动。其后在区域会议上，有议员也。